大家好，我是 CDMS 西富，今天我要教你们怎么隐藏 Safari 上面这个黑色的状态列。这个状态列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麻烦，就会占空间。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个状态列的话，这个方法不需要越狱，所以只要到这个网站，然后按这个按钮就可以把上面这个黑色的状态列隐藏。那等一下网址我会放在下面的影片简介里面，所以记得要去看。那按下去这个按钮之后，这个荧幕就变成黑色。黑色之后，你看上面的状态列就变成一个完全黑色的东西。不过现在还没有隐藏。如果你要让它隐藏的话，你要往上滑，这样子就隐藏了。不是这么的实用，因为你只要一滑，它就掉出来了。不过如果你会需要这个空间的话，像现在状态列就不见了。那如果你没有隐藏的话，你现在拉下去状态列还是会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在没有越狱的情况下隐藏状态列的方法。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状态列取消的话，你看进去还是会有，所以你只要把 Safari 关掉，像这样关掉。那关掉之后呢？关掉之后再进去看看，那你就会看到状态列又回来了。那就差不多这样子咯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也不要忘记去 CDMS 西富的 Facebook 粉丝团去按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